真不了解你吗？我跟他同居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放心我，认为我不能照顾你，偏偏要你一个人到台北去投奔一个多年没有见面的什么罗教授。我知道你妈希望你能够上大学，或许我已经有了六个孩子无法负担，可是林校长您回去吧。好吧好吧，你还是先去吧，如果要是待不下去你就回来，我家也不多你一个人吃饭。谢谢您，我真的谢谢你们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开往台北的列车就要开了，台北有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。台北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。来信吗？还有你要学着自己照顾自己。玉梅，从现在起你已经是个独立的人了。记得常来信啊。记得要常来信啊。
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我岂有此理，半夜三更乱敲门。我你滚。你等等，我有话说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滚滚滚。跟妈妈吵架，离家出走，嗯，把地址告诉我，我送你回家去。我已经没有家了，我是来找罗教授，罗毅教授。哦，这就是嘛，你怎么不按门铃啊？按了，可是他们叫我滚开。你找罗教授有什么事吗？有很要紧的事。你跟我来。啊，这是你的家吗？也可以这么说。进来的。
为什么让他进来？他说要找您。找我？哎，啊，你不是浩浩的女朋友了？我不是，我姓孟，赵一梅，我妈有封信要交给您。你母亲？哎，她叫江秀玲。高雄，你们一直住在高雄吗？是的。我怎么会这样照顾他呢？罗教授，您好了，今天不要谈了，一切明天早谈好了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要是不碰见钟南，那你不要在门口站一宿吗？你并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。钟南，带他上楼去。好。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孟一梅，回忆的忆。三点水加个眉毛的眉。梦，哎，梦就梦吧，不是什么好姓。哦，钟南，你带孟小姐上楼去，就住在爱房间隔壁的那一间。哦，知道。嗯，也早点休息，明天早上我有话要跟你说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罗教授，谢谢您肯收留我。上去了，上去了。太平，太平，啊，你先坐吧。太平，太平，滚，滚出去！怎么了？蓝色的花，哪来那么多蓝色的花？这不就是蓝色的花？这房间的钥匙呢？怎么来了？谁呀？那位要来的小姐啊。哎，钥匙给我。啊。来吧。
这房间是罗教授在3个月以前就已经预备好了的，完全是按照爱爱的房间布置。爱爱是罗教授的女儿，莫小姐，欢迎你成为罗家的一员。好了，不打搅你了，明儿见啊。谢谢，请问您？啊，我姓徐，徐中南，中间的中，南树的南，就是木字边加一个丹。莫小姐，我虽然不知道您是谁，可是我相信我们俩在罗家的地位是相同的，有机会再谈，明儿见了。问我吗？你以为我在问谁？您是在说我母亲吗？她已经去世了，去世了，死了，死了也就解脱了。为什么不吃东西？老是瞪着我干什么？我真奇怪，你那么多胡子，怎么吃得这么快？
就是昨天晚上差点被您关在门外的那位小姐吗？请容我自我介绍，我叫罗浩。其实我也不太喜欢这个名字，因为听起来有点女人。我情愿叫罗浩，简单明了。坐下。爸爸，这位小姐要在我们家常住吗？这不关你的事。怎么，今天又没课？有课没课还不都一样？请问您的大名？孟一梅。是这两个字吗？中国字挺有意思，一样的发音却有各种不同的字。好，你先出去，我有话要跟孟小姐谈。爸爸，出去。好好好，我出去，我出去。孟小姐，有机会我们再详谈。我们罗家父子是不能同在一间屋子里，否则连屋顶都会掀掉。修理五脏庙，我根本就不要进来。知道她就是罗伯母。她的身体不太好，平常也很少出房间，你最好少去打扰她。我会尽量不麻烦你们。好，你很像你母亲的样子。
受。知道了。进来。进来。罗伯母。过来，多美丽的皮肤，跟你母亲的一样。我母亲？嗯，你母亲，她跟我像姐妹一样。他很爱我，他很宠我，他不叫我做任何事情，叫我休息。他还给我布置了一个最好的环境，什么都是白色的。他还说，雅珠，只有白色才配得上你。他还说，他要永远保护我，永远。罗伯母，你，他说，他要永远照顾我。我是他的好妹妹。永远照顾，这是他说的，这是他说的，他说的，他说的，他说的。你是佳佳。这个花园是你照顾的吗？
你这歌唱的真好听。我叫孟一梅，我预备在罗家常住的。花开了。这花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？花开了。起风的时候，花就开了。为什么要在起风的时候呢？你知道吧？花开了。花开了。早，小姐。早。哎，佳佳。早。花开了。哎，可不是，这些花都提早开了。佳佳，好好的照顾他们啊。嗯，今年用不着等风来，花就可以开了。孟小姐，你喜欢这儿的环境吗？你不必费心跟佳佳谈话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他是个白痴。不过他的人倒是很善良，一天到晚就是唱那几句歌，也不晓得是谁教他的。他是罗家什么人？听说是一个远房亲戚，他在罗家已经住了十几年了，就在这儿替罗家管理管理花园。他对花草倒是很内行的。哦。这些藤蔓真好看。你有没有听说有一种植物叫菟丝？菟丝，我记得李白有一首很缠绵的诗，好像是说菟丝和米勒草的。是，我怀疑这就是那种菟丝花。我查过字典，字典上解释的菟丝花就是这种。一定是的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两首诗好像是说百丈托远松，缠绵成一家，就是这个样子的吗？你是学心理的？不，我是学艺术的，我是罗教授的学生，念了两年地质，觉得枯燥无味，我就转了系。去年我刚刚毕业，在一所中学里头教书，罗教授叫搬到他家里来住，教他女儿画画。啊，是爱爱。她是一个非常爱静的女孩子，所以显得有点孤僻不合群，身体又不太好，所以就没叫她到学校去。哦，她对美术跟音乐倒是很有天才的。你很了解她？日子久了，彼此都会了解的。将来你也许会了解我，我也许会更了解你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要给爱爱去上课去了，改天有机会再谈吧。爱，上课了。上课的时间到了。哎，钟楠，罗教授，早。我想从明天起开始，你给一梅补习功课，看看她的程度，最好使她明天考上大学。好的。你有没有觉得罗家的人都有些怪？怎么呢？你看我爸爸的怪脾气，你就绝没有办法认为他是一个十分正常的人。我母亲呢，曾经有一个医生说他是神经病，该送医院。爱，你是个冰山美人，虽美却毫无暖气，恰恰与我相反，我太热情，而且愿意把感情广施天下。我的女朋友从女学生到酒家女是应有尽有，
而且我都一视同仁。你可别认为我是色情狂，我爱他们也尊重他们。怪理论，你们罗家的人真是有几分怪。滚！你看我爸爸又在撵我的朋友了。告诉你，这儿没有罗浩这个人。爸爸，您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这意思。告诉你，从今以后再有不三不四的女朋友找你的话，干脆你就给我搬出去。爸爸，您自己不喜欢朋友，也不许别人交朋友，整个一个家庭就好像一座大坟墓。你不高兴可以走啊。一个女孩子半夜三更大不了幺零幺七的找出男朋友的门上，还会是好东西？白天找我的人你照样敢呢？您希望我怎样？没有一个朋友，一辈子也不结婚，做个老怪物。交朋友当然可以，但是要正派。爸爸，你怎么知道我朋友里就没有一个正派的呢？我敢断定那些朋友里头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你也曾经把他关在门外，问都不问一句，你就只凭一眼就能断定一枚也不是好东西吗？你也在这儿？我本来在这的嘛。是的，我们散步、聊天、赏月。你跟浩浩？是啊，我们谈了一会儿。你不行。我们并没有怎么样啊。并没有怎么样。你跟我来。顺利帮助你考上大学，给你找一个读书的环境，我也叫钟南替你补习，但是你却不需要。我跟你做的什么事啊？你还变？你要知道，好好念书，不准交男朋友。浩浩虽然不很坏，但是他的爱情不专一。是个很好的女孩子，懂吗？总而言之，不准你接近浩浩。罗教授，请你放心，我对您家并没有任何的企图。等我考上大学以后，我马上就搬到学校去住。你不要误会，我是为你好。对我儿子我是了解的。不，你没有真正了解他，他也有好的一面。当然，希望你以后还是少惹他。李梅，希望你去考大学为重。一枚拿去。不，我不需要。拿去。你来台北还没好好玩过，等空了我带你出去玩玩啊。
一梅，你快变成书呆子了呀。还不至于，不过钟南把功课排得很紧。你跟爱好像都很服气徐钟南。我不喜欢你整天埋在书堆里，你应该保持你的本性。哦，我的本性？哎，活活泼泼，充满了生气，就像我最喜欢的那个样子。谁让你喜欢？哎，对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不谈这个，我们来试试这个。我不会。我来教你啊。怎么样，来试试吧，来把鞋换上。好，你先用一只脚试试看，慢慢来，别贪快，学这玩意儿胆子要大。你可别害我哟。不会的。站起来试试。不行不行，你这样不可能学会的。来，把这只穿上，要没有依赖才能站得起来，才能走得稳。你可别开玩笑。当然，胆子要大。我好害怕哦。不要怕。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把握重心。哎，小心小心点，小心水池。哎，玉梅，我喊水池不是让你冲进水池里去啊。你给人施了鬼气。刚才的电影喜欢吗？钟南，嗯，你认为大学是不是一定要念？怎么？我不想考大学。为什么？我要离开这儿，离开罗家。不，因为你应该考上大学。你无依无靠，所以能力跟学识对你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可是我住在罗家，处处感到精神威胁。你不要去管他们，我看罗家对你还不错嘛。你是指浩浩？哎，我知道浩浩在你心目中的地位。钟南，你知道你并不是美男子。啊，他是。别傻了，我也不美呀。你瞧这个小东西好可怜呢。哎，你看着真像你吧，尤其是这对大眼睛。瞎说。哎，你看我能不能把它收养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不知道吗？今天是爱十八岁生日。哦。爱，恭喜你。你认为生日对于我是个快乐的日子吗？生日，生命降生的日子，在我看来，生命的降生都是可喜的。就有人对于自己的生命不但毫无兴趣，反而感到厌倦。我认为生命只是一个负担，
而不是快乐。哦，你的话也有道理，可是人活着就应该对生命负责，就应该去珍惜它，就应该去发掘生命中的乐趣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现在不是上课的时候。我发现你倒是很会发掘你生命中的乐趣。哎，一梅，你哪弄来的一只小猫啊？在路上捡来的，我看见它好像无家可归，怪可怜的样子，所以我就把它给带回来了。一梅，你是仁慈的，不过别人并不一定像你这样。罗教授，我想你把它给我扔出去，我养不养这些东西。罗教授，这小猫太可怜了。天下可怜的东西太多了，你都带回来养它吗？嗯，我叫你把它给我扔出去，你听见了没有？罗教授，我知道您是很仁慈的，可是您为什么不肯坦白地对人表示？我不相信您是这样残酷无情。你真的是喜欢养这小东西吗？嗯，我很喜欢。只有这一个理由？我养这只小猫是为了做一个试验。试验？试验什么？前我同学要扔掉一个生病快死的猴子，我把它带回来养它，后来竟然被我救活了。可是有一天我正逗它玩的时候，它突然咬了我一口。我妈就告诉我说，这是一次教训，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，最后害你的人可能就是你曾经帮助过的人。现在我要做一次试验，我还养这只小猫，看它是不是会再咬我一口。亚珠，你今天算是打了一次胜仗，怎么样？这只小猫让我来帮你养，从今天起它就算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。什么？这只猫属于你们两个人的？当然，而且我已经替它想好了一个名字。叫什么？叫小波。小波？嗯，我预测有一场风波将要发生在它身上。太好了。弟妹，我从来就没看见过坐在地上溜冰的呀。有什么好笑的？人家摔跤还笑，真是有失忠厚。你明明知道我不是一个忠厚的人呢。好，是我不对，还是让我来教你吧。左脚，右脚，左脚，右脚，哎，转弯，哎，好极了，小心啊！我要放手喽。好极了，好极了，来休息一下，以后选个黄昏的时候，中午会中暑的呀。一梅，你知道你来罗家给我们带来什么？带来什么？生命。一梅，你有没有注意最近我时常留在家里不出去了？浩浩，我真不懂，中南有什么地方使你着迷的？一个标准的书呆子，他跟你完全不配的呀。不，你不了解他，他有思想，有毅力，有理性。理性？难道我没有？你似乎也有。似乎？嗯，你的思想太偏激，对人生态度太随便，
你喜欢嘲笑许多事情，你不重视许多东西，包括生命和感情。我有那么多缺点，这就是你眼中的罗浩浩，不对吗？对极了。不过我们结婚以后，我绝不许你随便这样批评我，我会是一个专制的丈夫。错了，我没有这意思要嫁给你啊。我没有错，你一定会嫁给我。绝不会。一定会。我警告过你，不准你碰他。你觉得我不配是不是？爸，难道你不愿意有这样的儿媳妇吗？你说什么？混蛋！你这个畜生，你耍什么混蛋我都不管。你要敢碰一枚，我就打你狗腿。你也该死！还有什么地方吸引住你了？你混蛋！混蛋！你们都混蛋！爸。到现在我才明白，你在欺骗自己，你爱上了一枚。何教授，不，何教授，你不能这样子。多了。吃得好吗？比起前在家的时候，就像天堂一样。你们从前很苦。嗯，有一阵子在我妈妈生病的时候。罗教授，孩子，以后我不让你再受苦了，我绝不让你再受苦了。啊，钟南，钟南，啊，钟，罗教授，那天浩浩说的话，我本来不相信。今天给我亲眼看到了，我本来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有人性的人，谁知道你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怪物。钟南，一美，我总算是认清你了。哎，钟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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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何必为那块木头浪费感情呢？我一直以为你是天下最聪明的人，怎么忽然变得这么笨？为他流泪划不来呀。一美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将来你做了罗浩浩的夫人，每天只让你笑，绝不让你哭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会嫁给你的。为什么呢？浩浩，你不要再逼我，我从小没有兄弟姐妹，你做我的哥哥不好吗？我一直盼望有个哥哥爱护我，保护我。算了算了，我不想做你哥哥，我有一个妹妹已经够了。但愿有一天，我能画下你的微笑，
但愿有一天你不这样神情寂寥，那时候我会低低问你，为你祝福，你可曾知道钟南为爱爱小病出狱之后。幼稚，你以为他真的会喜欢你？哎，一梅，你的脚好了？嗯，好极了，来坐一会儿吧。我要回房去了。怎么了？还在生我的气？一梅，我要告诉你，我差一点搬出了罗家，幸好罗教授跟我谈了一次话。一梅，你不能怪我吗？你想我能看你倚在别人的怀里吗？哼。一梅，一梅，原谅我，难道我不应该妒忌吗？一梅，一梅，放开我！不，放开我！不，徐中南，如果你是男人的话，就不要跟我比体力。一梅，你任性的完全没有道理。你说说看，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？回去看你桌上的东西。好，我们俩一块儿去看。如果有什么误会，我们马上说清楚。我不去。我一定要你去。我不去就不去。我非要你去不可。告诉你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怎么回事，一梅？你遇见强盗了吗？罗浩浩，你最好少管闲事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，家庭教师。请问你现在给一梅上的是哪一门功课？那是柔道吗？少管闲事，你懂不懂？我跟一梅谈话，用不着你管闲事。你不觉得你的谈话影响了别人的睡眠吗？一梅小姐，我有荣幸送你回房间吗？罗浩，你少装腔作势，否则怎么样？揍你！你不妨试试看。一梅是我们罗家的客人，我当然要保护她。一梅是我的未婚妻。一梅，是真的吗？我。一梅，你告诉他。我。一梅，一梅，不要受他的威胁。闭上你的嘴！闭上你的嘴！啊，周南！Thank you.
伯母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不要开灯，我不愿意教授知道我在这儿。啊，那您请坐。玉梅，我是来请求你一件事的。罗伯母，求你饶了他。谁呀？爱爱。爱爱。嗯，你抢走了徐仲南。如果你不来，仲南会爱上他的。可是现在，我也不是有意要抢走钟南的。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，可是你知道这件事对艾达就有多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只顾自己的女儿，就不顾别人。我很自私。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，你应该会体谅每一个做母亲的。你也应该体谅我。爱情是不能放弃和转让的。您要我放弃钟南，那您可不可为了另外一个女儿放弃罗教授呢？罗伯母，如果你认为给了我一个安身的地方，就可以叫我这么做，那我今天明天就搬出去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。爱太懦弱，他不像你。罗伯母，你不能再把他训练成一颗兔丝花。兔丝花？是的，你应该让他自己站起来，不要像兔丝花一样，要靠着松树才能生存。如果松树倒了呢？你没。你这样说太残忍了，我是无心的，无心的，是的，兔丝花本来就是无心的，他并不想做兔丝花，可是天生他就是兔丝花。罗伯母，请你原谅我。我不是因为爱而不放弃钟南，其实我自己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人生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强求的，是谁安排了这一切？又有谁能够替这些恩恩怨怨做一个公平的判决？罗太太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玉梅，我从来不知道我在你心里有这样的地位，我真是一个傻瓜，你应该打我。钟南，你哭了。我现在才真正的了解你，也真正的了解我自己。每天见面不讲话真别扭。那你讲话好了。我说话呀。我哎呀，真奇怪，我怎么一句话也想不起来了。
师傅干什么？这是吵吵闹闹的，只是为了一只小猫就那么天翻地覆。我早就知道这只小猫一定会引起一场风波。不许你说话，出去，你都出去。我们家收容你已经够了，还要收容你这只死猫。开赴收容所。站住。说什么？去，把你说的话收回来，给一枚道歉。哎，听见了没有？去呀、啊！说，说你的话是无心的。说。罗教授，这不是他的错。高兴去。民国48年秋，姚毅梅潭风光，往事如烟，不可复寻，因而作此画。你知不知道梅潭这个地方？你让我想想吧。你快说呀。一年以前，我帮罗教授整理一点资料，在罗教授书房的抽屉里，我发现一张照片。男的是罗教授，女的不是现在的罗太太。照片底下有一行小字：设于贵州梅潭。啊，罗教授说过，我母亲从前是他们家的好朋友，可能就在梅潭这个地方，他们在一块儿过。嗯，我认为有一种事情更可能。你是在看我像不像我母亲？不，我看你像不像你父亲。不太像，是不是？我有一种大胆的假设，说出来你可千万别生气。好，你说。你看，可不可能你母亲从前是罗教授的情人？朱兰妮。就因为这种关系，所以你母亲在去世以后才把你交托给罗教授的。不对，要是这样的话，罗翁不会说我母亲以前又爱他又照顾他。也许罗太太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。一定是为了这件事情来。妈，您说的是谁？哎，我们都太不幸了。你不要难过，妈会保护你，妈会尽量的保护你。妈，我真恨，真恨我自己，妈。好，我干脆再说明白一点，罗教授就是你父亲。钟南，所以我叫你不要马上离开罗家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来证明你的身世。我的身世？我的假设不一定是事实。让我们两个人一块儿来解开这个谜。钟南，我怕。不要怕，我知道罗教授有很多东西都放在书房里，有机会也许我会找到证据的。书房里。
母，罗父母，您没有事，我上楼去了。罗父母，您，我本来没有心要，他不应该叫你来监视我，我不能让他这样做，我不能。我不能，你了，那只是个比喻，很恰当。谁给你的奇奇怪怪的思想？不知道，那还是天生的吧。罗教授，您知不知道一个叫煤潭的地方？煤潭？你是从什么地方知道的？在我妈妈画上写着的。那是一个很小的县份，在贵州省，风景很美丽。您在这住过吗？住过一段短的时间。我妈是不是就在那个地方认识您的？胡说！你想干什么，妹妹？你想知道什么？还是调查什么？不要自作聪明！我告诉你，一梅，把你心完全放到书本上去，少管闲事。一梅，早，怎么感冒好了？钟南。今天放一天假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你看太阳那么好，咱们到郊外去玩玩。今天不行，我还有很多事情。这个是你今天的功课。那么多？一个下午就可以做好了。晚上我请你看电影。你现在开始做，我出去看几个朋友啊。看朋友要紧，陪我玩就不可以了。因为人生有很多事情比玩玩还重要。别太孩子气了。不要，你只知道谈正经事，满脑子责任了、前途了、工作了。哼，浩浩说的对，你只是个书呆子。假使我有一个像罗教授一样有钱的父亲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也不愁住，而且更有一个肯做寄生虫的惰性，我也会陪你出去玩，出去疯。那时候你一定会高兴。可是我不管你高兴也好，不高兴也好，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书呆子。今天晚上，我请你看电影。三更才回来。我说
到哪儿去了？你去干些什么去了？说。我们只不过出去玩了嘛，白天上野柳，晚上到集中去跳舞。跳舞？让我罗家，只是鞋掉了，你赶紧给我搬出去。管你上进不上进，我管你死活呢。爸爸，是我带他去玩的。好，我正在找你呢。快，你走。怎么样，玩得很高兴吧？当然我玩得高兴了，我用不着别人替我担心，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站住！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明白？我告诉你，我用不着在别人书本里加花瓣，也用不着叫别人勿忘我，勿忘我，勿忘我。可是人家就是愿意跟我在一块玩，就算你中了一元子的勿忘我，别人还是会把你扔到垃圾堆里。你我怎么样？你可不要跟我说勿忘我，我会永远记得你，永远永远记得你。怎么，你也高兴了吗？哼，站住。罗伯母，够了。你够了吗？我你还要什么？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怎么样才肯放手？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我给你，我都给你，我全给你。陪着另外一个男人去跳舞，去玩，去疯。李梅，你辜负了我，你不是我想象中的。钟南，我想想你刚才对爱爱说的话，简直不像是一个有教养有风度的女孩子。我忽然间发觉我为你所做的一切没有一点意义，也许是我配不上你，也许是我太实际，
我不能陪你出去玩。对了，你跟浩浩倒的确是一对。张楠，张楠，后勤和照顾，钟南，我带着你给我的欢笑和悲哀走了。但愿我们在见面的时候，我能距你的理想更近一点。祝福你，一枚。教授，教授，漂亮多了。一梅，这么久都没来信，把老朋友都忘了是不是？我一梅，校长，一梅你回来了。校长，一梅，一梅怎么了？你受了什么委屈了？不要难过。一梅怎么了？不要哭。一梅有什么话好好跟我说。校长，我不要回台北了。哦，您愿意收留我吗？这是什么话？这儿永远欢迎你的。走，先到我家去。啊。使整个罗家都翻了天。好了，我现在来接你回去了，不要再孩子气了。周南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一梅，逃到这儿来了，也怪我太粗心，只知道你住在小学校里，并不知道你地址，还有找遍了全高雄才把你给找到。好了，听话，跟我回去。不不，怎么还出什么鬼主意？不高兴在家里吵一顿闹顿也就算了，干嘛一个人逃掉呢？你走了不要紧，害得罗家天翻地覆，终难怪我。浩浩跟我吵，还那只宝贝的小猫，
不声不响的在我的卷宗的抽屉里头做起窝来了，啃了一抽屉的鱼骨头，这个都得你回去处理了。什么？小峰回来了？谁失踪了？失踪的是你，还有小问呢。看看能赶上几点的火车，走，走。回去吧，罗教授已经跟我说好了，好好的回去吧，不要生气了。玉梅，租好了一间房子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当一梅到了台北以后，不再住在您那儿去，我已经对她另有安排。你有什么资格去替她安排呢？我是她的未婚夫，我有权安排她的一切。她在罗家太不安全，谁会吃掉她？起码她并不快乐。罗教授，难道你还想再逼他走一次？我从来没有逼走过他。事实上，你们都在逼他。罗教授，这张照片里的人是谁？你有什么资格去窥探一个家庭的秘密？我想我有权去保护我所爱的，我不愿意他再受伤害。谁伤害过他呢？我不知道，也许那位知道他的身世而又恨他的人。罗教授，他是谁？您还是说出来吧。他是谁？病的女人，那就是压住，也就是爱的母亲。
天忙碌着，就像亲姐妹一样。可是她没想到我跟雅竹已经产生了超乎寻常的感情，我做了一个不尽责的父亲，也做了一个背叛的丈夫。最后雅竹有孕了，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我只好向秀林坦白地承认一切。我本想秀林的个性也许会宽大不拘小节地原谅我和雅竹，但是我猜错了。他听完了我的话以后，他就愤怒地抓着雅竹的衣服大喊大叫：你的心呢？你的心呢？把你的心拿出来给我看看，我要知道你有没有心。第二天他走了，雅竹心思大急以后，他神志不清的每天自言自语地说：我是没有心的人，我是一个没有心的人。我请医生把他的病看好了，他又抓着我大哭大喊地说：我不是有心要抢你，我太需要你了。我已经失去了秀丽，不愿意再失去雅竹。不久雅竹就生了一个小女儿，我为了纪念我失去的女儿，就让她叫爱。爱这个名字本来是印尼的，钟南在火车上给我看的那张照片，照片上的人就是一枚。5年前我们来到台湾，直到去年我才收到秀玲一封没有地址的信。她叫我在她去世以后好好的照顾这一枚。我收到信以后就托人到处去找你们，还没有找到，你到来了。今天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，不管你们的看法和想法是怎么样的，在我来说，我对秀玲终身的报愧是没有办法弥补的。不过你们要知道，一枚是我的女儿，并不是个孤女投奔到我的家庭，她在这个家庭里有她的身份跟她的地位。好，你应该重新认识认识你的妹妹，哎，也应该重新认识认识你的姐姐。你妹会是我的亲妹妹，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会是我的母亲。爸爸，你爸爸爸不，我不要做你的女儿，我不是你的女儿。乐家给过我什么，你又给了我什么？我和我妈过着苦日子，你反而和那个女人逍遥自在，你们太不公平。我不要做你的女儿，不要，不要！一梅，一梅，
你怎么还叫他罗教授？我一时改不过来。教授，浩浩有了消息了，在美国特别来信问候您，同时他说他的目前生活方式照以前改了很多，爱到学校去了，还有一美的大学也考取了。他人呢？他就在这儿，是跟我一块儿来的。